哎，你好，阿姨。黄泉路代驾公司为您起航。啊，你们公司起的都是什么名字啊？这个是我们老板花了250去找那个大仙给起的，他说这个名吉利。那个阿姨，我们去哪？去天堂。呀，那个地方我现在还不想去哦。那个，要不然你找其他人嘛，好吧？不是我有那么老吗？你叫我阿姨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？那个阿姨，你现在多大？我今年18。呀、yeah, 那我们同岁。走前面小区。我跟你讲，你开车慢点、我最近很倒霉啊，喝口凉茶都塞牙缝。放个屁都不要死。呀、那个你没找大仙算啊？算了呀，大仙说我一生荣华富贵，幸福平安。那不挺好的吗？不过就是80的时候有个坎。那是你坟让人刨了吧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？下车，滚！呀，说两句又生气。滚！